在半暝啊，当市场是无伫营业，商家会离开店档。涉嫌的男子利用这个时机企图偷取财物，当时就有狗仔哭哭飞。南门锁的巡逻警方进入查询，顺利查获到当市场的一名惯贼。涉嫌男子想要伫当市场偷摕店家财物，敢是其位置观察目真清楚。伫四界上四界看，选到目标物了后，骑着卡拉车过来，将敢是其刷开、劈开，偷车的时阵被录到。现在这个窃贼哈，为了要闪避这个监视系统的一个录影的那个行为，那所以变成他现在是在波动整个那个监视器的一个画面。半暝时阵，当市场是无伫营业，商家离开店档，涉案男子利用这个时机企图偷取财物，因为无缘无故狗仔哭哭吠，南门锁巡逻警方紧急进入查询。狗叫声的声音有一点的异状。之后警方马上再进入东市场内查看，在查看整个过程当中，因为发现一个特征相符的日前特征相符的一个窃嫌出没，所以警方在迅速加以查证身份。警方表示，该嫌顶个月就伫当市场饮食区偷过，因为面相真突出，警方特别会记哩。依照追查的过程，顺利侦判到当市场这名惯贼，依上法办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。